Thank you.
好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高强度间歇有氧格斗法。那建议大家一周可以做两次哦。那如果你觉得训练强度不够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把影片重复播两次，做两个循环，30分钟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们今天该下次见，拜拜。